我们今天干嘛，小米啊？去马戏团。啊，去看马戏团表演。小丑，用法语怎么说？clown 啊，小丑。好，走，我们去买一个，我们先去看看再买什么票。我们买一个上面的票吧。你要坐前面，坐后面？坐后面吧，没有必要坐最前面吧。最前面好玩，因为在前面买票不是东西啊，好，我们进去看有没有票。哇，好多人。小马戏团，两点钟了，然后现在还有15分钟，也在排队了。幸好带手机跟手表，带着。这脖子这么长呀，头这么小。是骆驼，这里是骆驼。对，是骆驼。哇，还有那个大大的，你发现了吗？大大旁边，跟我到这里过去了。可以，你跳别人都花了啊！我买了一下雪本，买一个最贵的。等待了十几分钟后，节目开始上演了。
整个节目加上中场休息，一共表演了一个半小时，小米很开心。来到了马戏团他们圈养他们宠物的，也不是宠物，他们的员工的地方，是吧？这是属于马戏团的一员。羊驼，这个羊驼要洗澡哎。有羊驼，还有小托尼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驴。驴哦，那边还有骆驼。哦，那个就是表演的骆驼，是不是？刚才表演的骆驼。哎，啊，我们回去吧。